今天是第六天，这么高了。好，现在给它换个水。这底下就有一点滑，昨天一天没换水的话，底下会有一点滑滑的，要给它彻底洗干净。那个，哎，高压锅昨天晚到了，到了。哎呦，它是放在哪里？楼下？那个门厅那边。打，来穿一下啊，阿爸带你去。可以不吗？去溜一下，主要是让你脚缝里面不要有那些沙子，湿湿的，这样子，不湿那就不会那个。狗狗外有时候脚缝湿湿的会甲沟炎。小马还是会跳，呵呵，他哎呀，他还是跟小马似的跳，呵呵，哎呀，他还是跳。喝水啊，要养成好习惯，喝水水。胡萝卜没了，胡萝卜。晓得了。好、啊。还有什么？到时候给我发信息。就是你要吃米粉肉，你就。还有青菜。米。爸爸，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来做一个，我也不洗了的米，做米粉。给你先吃个苹果，好吧，宝贝们，宝贝们，宝贝们，阿姨给你切个苹果啊。嗯，放白了。白色的出来了，怎么了，宝宝？在哪里叫我？哦，你要出去是吧？哦 ，sorry， 阿姨没看到。哦，哎呀，出去吧 ，BB 也要出去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去尿尿啊，去尿尿 ，Go，Happy Go，Go， 妈妈带我炒糊了，你不去啊？啊、哦，凯莉去，凯莉过来过来，奖励一下。阿姨的那锅炒糊了，来快点，哥哥，哎呀，真乖真乖，哎呀，不要锅炒糊了，真炒糊了，关火关火，哦，嗯，这里把水分炒干。来一点花椒，花椒，一点花椒，不要太多，一小哇，花椒一放进去，那味道就出来了，非常香。让它放凉一下，
不打架，凯莉不打架啊，不要准备打架，哎，各自躺着，你们都有枕头对吧？嗯，你站着，妹妹站在 Happy 后面闻他尾巴干嘛 ？Happy sit， 哎，对，坐下来啊 ，Happy 你躺着，对，嗯，对，你躺着，凯莉你躺着，来，嗯，对，哎，掉掉，乖。哎呀，抓住你！扒开了让你们闻。妹妹，我第一个看没有。噎死着！确实小一点，因为现在就又能用。它煮饭就稍微显大一点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那我奶奶福州人的腌法啊。首先是酱油，这是我，然后摆一点，不然不够咸。这是福州人必须有糖，必须有米酒。胡椒粉。五香粉，这是福州味哈，一定要有五香粉。花椒粉我在米上面放了，这要腌它一两个小时还来得及啊。更早的腌，腌越入味越好吃。我待会儿再来翻一下，等一下。很香呀，我发现啊，它这个米粉肉的香其实就是最后花椒放进去的时候香，就是把米炒到差不多的时候再放花椒，不要把花椒炒苦了，然后一放进去马上那个香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，就那香味、就是、你现在浑身还散发着这个香味然后给它磨成粉我们石磨送出去了，所以现在没办法用石磨，我们用机器磨、啊、那我们就用机器磨，所以家里的东西不要重叠，能有替代品就不要有重复的东西。好，不要那么粉呢、哎，我喜欢有颗粒的，就是要有一点。颗粒看啊，要有颗粒才好吃，因为用高压锅嘛，你又不是用蒸的，那可能不好弄。好，够了啊，今天就这么点，不要每次。这也要放盐吗？这也要调味？要放点盐，这就放点盐。其实肉里面很咸，放点盐就行了。这个啊，每一层都还得要喷水，不然这个水不够，水不够，哇，好香好香，真是太干了哈。嗯，水不够，水不够，它会有一些干，就是到时候会干的米出不来，那个渗透不下去。多一些汤料在里面。汤料太咸，你要喷水。你食物的喷壶没了，那就用水，一个水喷壶。一定要让它试，再来一次，这个米粉有多就在上面直接盖上去，可香了，可香了，可香了，米粉哟，干这么干好哈，神手。好，其实我这个是这样，把那个覆盖上去，然后再把那个汤汁弄上去，这个汤汁要给它浇下去，不然这米要吸很多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米不但吸水，要吸五花肉的油。
我放了大概快有也是一杯的水，至少一比一哈。好，我们可以。你看它的原理就是这里有一个保险卡，关过来，你看，是不是这样关过来？是。啊，就到这边，然后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卡，就是就放在原来的位置。它一般来说哈，这个会跳上来，这个会满上来，然后如果你要放气，就用这个放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一般这样子的蒸的东西不要去放气，一放气哈。它会把这个压力会把中间的东西给翻到外面来，所以不要去放气。煮汤可以放气，嗯，或者煮米饭可以放气，蒸东西不能放气。哎，高压也是30分钟。那个肉你现在先饭前吃点小水果。嗯，这里蛮好，哪里买的？你看啊，这锅因为我们用了一直都是用这个锅，所以我觉得就主要比较安心，我知道它怎么回事。你看它就是这个会一会儿跳上来，这时候开始会有点气，待会这个就跳上来。好，这气阀就把它顶住了，然后它就里面压力继续加。好，时间到，那我现在可以把它拔掉，然后要等它降压。这个就是这个降压应该要等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。好，现在好像是过半个小时就掉下来了，这个一掉下来就可以了，不用去有的时候去这里去开气也行，掉下来就可以了。老乔快来，来了来了，箱子呢？我炒盘青菜用一点鸭油，这个你好久没吃粉蒸肉了哈。是啊，这是我们的传统的菜肴啊。再吃一个。啊，你去把那个拿出来。我用虾皮炒一下。那你来先尝吧，你的小酒先来，来来来来，这个、超好吃，哎，一定要放水啊！啊，来，好吃，好吃啊、哦！今天饭会很硬吗？要一层一层搅，这个是软烂的。来来，嗯，你要放到饭里面，那看我给你夹碎了啊！哎，真好！哇，你看筷子一夹就碎了，入口即化。配点青菜就行了，喝口小酒。嗯，这就是绿菊。吃点好的。嗯，这洒水就对了。对，一定要洒水，不然那个米粒膨胀不起来。对，这还真不是吹牛。嗯，这小时候能吃上这样的菜，就是吃点好的了，真的是吃上好的了。爸爸妈妈